喝完了我们需要用员工餐吗？哎、欸，如果你们熟菜的话，我帮你们准备小点心啦。吃个有甜跟不甜的。你们喜欢吃抹茶、芝麻还是巧克力？巧克力。抹茶有什么？一人只有一个吗？没有。那我可以巧克力跟芝麻吗？大家都巧克力。好，那我做巧克力、芝麻跟抹茶。完美。他们待会吃，他想说、哦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毕竟我是那个甜点小师，超小包装，而且里面是氮气包的，所以呢，它就还可以保持脆脆的。毕竟我们这边都是偶像，对不对？是蛮顾身材、很健康的零食，而且它里面那个红豆是一大颗的。这是我们刚刚吃的吗？对啊，这看起来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健身的人很适合。真的，它是低糖的，这个。对啊，它有无糖跟有糖的，然后是低糖，是不是很棒？太爽了吧！是不是巧克力的？你做的好像那个。buffet 有没有那个很漂亮的？你这个真的啊！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会说话直男哎，是真的啊！你很棒，谢谢你，我也觉得，而且就是简单，还是我们以后可以推出这个？可以哦，大家可以来领食物了，你们要吃可以先拿了。真的吗？对，这是山药，然后这是巧克力，对，山药，然后这个是抹茶芝麻。沙拉说放饭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边放点心啊！来放点心，放营养，放营养。在哪？这。所以是想加什么就丢进去哦。对，只要觉得搭。对，但它本来那个谷物里面就其实很丰富，其实我就加新鲜水果而已。它干吃也可以耶。可以。然后小饼干刷水。刚刚做的东西真的很好吃哎。没有啦，你们真的很好味耶。它总共有八个口味。有巧克力抹茶、芝麻奶茶哦，芝麻很多很多。哎，这个感觉很没有负担呢，对不对？干脆蛮好喝的。然后这个因为是有烘烤过，所以它那个脆度很够，吃起来就很像那个零食，脆脆的又没有负担。香哎，但是不要煮员工餐的，都吃这个就好了。好哎。对啊，你就吃这个梅果脆骨就好了。我其实可以哦。